是我们正式营运的第一天，比较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。我们经过上一次顾客的回馈还有付款的金额，我们已经定了一些正式营运的价目表。洗减八百，就是减法800块就送你洗头。我觉得减法会不会太便宜了？我觉得美甲加按摩才便宜吧。啊，对，这个也太便宜了。这是廉价劳工啊！美甲按摩10分钟，我给他先预约一个小时。美甲200，太便宜了吧？我觉得要500，500我才做。这个是根据上一次客人给我们的回馈的价位去算出来。现在景气真的很差。做功德，希望希望可以。再来就是正式营业的一些规则，每一个部门都有个 KPI 门槛。多少？每一天都要2万5。全部吗？2万5要。我要染10颗头是吗？每保护要负责70%的营业金额。那我要几趴？我要15%。我15%。我们可能要17,500。对。17,500。你算算，比计算机还快这么多，你。3750。3750，我要做几个按摩？而且大家都说不用按摩，不用啊，不用，我们要看到鬼一样。也算是蛮真实的。不敢相信，但会觉得说，既然有这个目标，我们就尽力的去达成。不可能太难了，一天就要做19个，我们一天有没有来19个？啊，我是按鬼你，我是找鬼按你，哈。这个确实有点。等一下，达到会怎么样？你先说达到会怎么样？我们只有过关而已。哦，那没有惩罚，达到营业额应该是总监的压力吧？嗯，用你的魅力建议他往高消费怎么走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天正式营业，我们有一个优惠活动，只要来店消费的客人都可以。这个价格你还有优惠活动？等一下，10分钟而已啊，小姐。这个很难达标了，你还优惠要达25,000，超级难，超难。超難，哎，我不会想跟这个老板，你这股东的岁数本身有问题，哇，这没法，你会让股东太辛苦啊。折价200，你那就白按了，对，还有免费，免费，你先转看看，今天得到什么。哎呦，酒水也是250就没了。今天这个对，就不能赚，他一杯就不用赚，多送一杯，多送一杯，没差。我们要公布一下，就是人员调度的问题，就林珊就是回归到美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被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闲啊，因为真的很闲，真的很闲。我很忙。然后他有事没事，林珊脚会酸吗？屁呀！早该了，早该了。对，林香回到那个美发部，哪有？有，他自己是后方都说你很闲，然后这种多万块事情给你做。以后不要再邀请这种奇怪的人上节目啊，乱七八糟。Yes， 超开心。其实从之前我希望来薪资沙龙，最重要就是我想要在美发部，因为可以把训练的时候学习到的，然后真的实际操作这样。再来就是今天预约的。OK， 地府的客人，他们是6位发型师来我们店里面享受。六位，压力很大，还是我们让他剪我们的头发，交换自己给他1500。给你好了。剪发型师的头发压力当然是会大，毕竟他们对于头发是更在乎的。你怎么样下刀那一个，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你的专业度。你就是在太岁头上在玩他的头发，你知道吗？但其实总监的想法跟他们反而相反，我觉得会让他们的技术在压力下快速成长。那6位的话，4个先洗头，好，有2个先让他们去酒水部那里，然后你们就可以那时候跟他聊天，按摩，推销饮料，按摩。林莎问。要不要按摩？问男生就好了，因为男生我通常都失败了。好了，我们的营业时间是12点，所以差不多了。好，那准备准备这个。关门时间是7点，所以在7点之前不要打扰了。关门了，关门。Come on。心之笑容，欣欣向荣，满脸笑容 ，Smile。我有酒，你有故事吗？最有趣的内容都在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